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贝，很高兴你们来，观看我的视频，在今天的视频里，也许我们可以写一篇短篇故事吧，OK，这是我很久以前，OK，这是犯的语言错误，就是，OK，这是我之前使用的那个是邮件，对吗？我的 email，这是邮箱，我的邮箱，这是邮件箱子是吗？可是我看了这个，我怎么说？标吗？或者范畴？这是说星标邮件，对吗？星标邮件。但是第一次我遇到这个，这个词汇，我认为他说是星际邮件，这样啊，星际邮件，因为标和际这个词汇，这个两个汉字，这两个汉字，看起来很相似，所以我认为星标和星际，就是他们的形状很近，很容易混淆，对吗？星标就是 star，就是你可以挑选你的邮件可以加上那个星标，然后你可以回去，就是更清楚的找到它。OK，星际邮件应该来自其他的。星星，来自其他的星星的邮件，就是外星人给你发邮件，所以我认为啊，这个好玩儿，星标邮件和星际邮件 （interstellar email），对吗？所以我认为我可以写关于这个话题的短篇故事，就是 OK，假如我的 email 真的说星际邮件，我点击那个邮箱会发现什么？就是外星人会发给我什么样的邮件？OK，我认为好玩。OK，也许你可以看我用什么方法写故事。OK。我在哪里开始？OK，在日常生活中，哦，你看不到，你看，哦，看得到吗？看不到，看得到，这个放哪？OK，这是假如。这个说的是星际邮件，是外星人给我发邮件，会说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我怎么说？我休闲的浏览物联网，我看了，那、no, 我浏览这。我看了，我光看，我光看，我光看了几部视频，YouTube 上的视频，没意思，没有意思，他们都没什么意思。我看，我看了几篇新闻，但是由于，因为他们的报道，他们。报道，
涉及报道涉及让人什么让人心疼的话题，我很快关上了弹窗，那我不是弹窗，是窗户吧，就是用英语说就是 window 但是我认为在中文中不是 window。 OK， 我们搜索一下应该是什么词汇。Window Browser tab标签 ？No， 这个不一样，这是 bookmark 对吗？标签 ？To click a browser tab， 标签 ？OK， 但是 label tag， 真的是这个意思吧 ？OK， 也许我们看浏览器标签，用这个，就是谷歌图片，是图片吗？OK。就是标签对吗？我应该看什么？你认为是标签吗？关闭标签。OK， 我用标签就是 tag label。好，我们用这个词汇呢。OK， 我打开这个吧。我很快关闭了，关上了，关闭了，都可以吧？关闭，了这些，这几个。标签，真无聊啊！真无聊啊！没有也真无聊啊！没有新鲜的，没有新鲜的，没有新鲜的感觉。OK， 没有新，我没有新鲜的感觉。OK， 好，这是第一段是吗？然后呢？突然间，我认为我想，也许突然间不太踏上我。条件反射的打开我手机上的邮箱，邮件箱子，我认为可以说邮箱，邮是邮件，邮箱是箱子。邮箱 OK， 这是我的输入方法，不说这个是词汇，但是我认为这是词汇。我们查一下，真的是词汇对吗？邮箱，对，邮箱就可以吧。就是我没有，就是 YouTube 上没有有意思的视频，新闻里没有有意思的新闻，所以我就是在不知不觉中就 OK， 就是有点条件反射，就是
我没有，我没有告诉自己的手打开我的邮件，邮箱，但是就是我，这些不是条件反射，是自动的，一些我自动的，我手，我两手，我的大拇指，大拇指，我的大拇指，自动的，我的大拇指自动的，打开，我手机上的邮箱，我的邮件和我的邮件。一如既往，一如既往，都是垃圾。有人劝我买，劝我买，某种药丸。或者告诉我，说我赢得了大笔钱，再或者什么？再或者，漂亮的女士喜欢想要和我结婚。这是哪样玩意？垃圾邮件，这是哪样？就是无论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漂亮的女士总是想要跟你结婚，对吗？无论他们无论你认不认识他，认识不认识他。我的邮件好像，好像，我的邮箱邮箱里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邮件，对吗？这个可能是，顿号，不是句号。是顿号吗？逗号？我忘了那个标点符号的，称呼。这个是顿号，对吗？有顿号和逗号。OK，我们为什么不查词典？看，顿号和逗号应该是顿号，对吗？顿号，顿号，对，就是顿号。哦，不是顿号，那是逗号。哦，按错了，不是打错了，就是那个网页是那样吧？OK，逗号是逗号。逗号，这两个我经常混淆。OK，我刚才，我刚才，换了这个，之前我写的是句号，现在我写的是逗号。现在我可以用突然间。突然间，
我看到了，APP 上的一个邮箱，邮箱叫星外邮件。我被他被这个发现，被这个发现，愣住了，被愣住了，肯定我看我看的不对，我肯定我什么？看错了，我读错了，看错了，我是看错了，看错了，听着别扭吧。I read that wrong. OK，我用这个，我跟你们 OK，我用这个，I read，看错了，我这里看错了，有点。不一样，看错了。我把时间看错了，把名字看错了，可以看错了吗？我看这个，我认为这是英文翻译成中文的，句子，对吗？中国人这么，真的这么说呢？是我看错了，我们把世界看错了，我完全看错了人。No，你完全看错了人，我可是看错了，这就可以了。我可是看错了。OK，我用这个吧，这个挺不错的。但是，肯定。看错了，我再看，我又看，我再看了一遍，我又看了一遍，又看一眼。他不是说星标，星标邮件吗？它不是说星标邮件，而不是星际邮件吗？它不是说，可以这么说，应该用写，我认为这里也可以用说，但是我不是100%确定。我又看了一眼，他不是说星际邮件，而不是星，哎呦，他不是说星标邮件，而是星际邮件，星标邮件，星际邮件吗？也许这个吧，他不是说，我又看了一眼，他。的确说，星际邮件多么奇怪，多么奇怪！我打开了这个邮件，邮箱，我打开了这个邮箱，发现。里面，有多少？现在我不知道是多少，有几个邮件，邮件，我是说邮件，我不想，这里不想说是有多少，
因为我没有写完，所以以后也许，OK， 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想和外星人发邮件，因为因为那个邮件服务应该很慢，就是距离太远，对吧？所以所以如果我说 OK 只有一件邮件，一篇邮件，一件邮件，一个邮件，之后的故事也许受这个限制的影响，所以现在我就是不决定，我不决定，我邮箱里有多少个邮件，OK， 有邮件，我打开了一件，是一件邮件，一篇邮件 ，OK。我搜索一下是什么量词，我不太知道，好像我这个我应该讲，如果在 OK 在日常生活中我会说一个邮件，an email， 一个电子邮件，好，一封电子邮件，好 OK， 这里应该用封对吗？但是好像大家都说过，我认为，OK， 我想写的故事应该是，那个氛围是氛围吗？就是比较娱乐的，没有那么正式的，所以我用个，我打开了个邮件，我打开了个邮件，一个外星人，这不是人写的邮件。而是一个外星人，这是外星人写的邮件，这不是人写的邮件，而是外星人写的邮件。那么，外星人为何想要？为什么想要和人类沟通吗？不要吗？那么外星人为什么想要和人类沟通？我开始看 OK， 外星人的他是什么？男的他，女的他，动物的他，他外星人的他是什么？OK， 我用这个他算了。我开始看他发的邮件，他说 OK， 这个我需要考虑，外星人会告诉我会说什么？外星人能给你发邮件会问什么，会告诉你什么？OK， 也许第一个人物
当务之急就是说服你他真的是外星人，对吗？如果是我需要证明，哦，如果是我给外星人发电子邮件，最重要的就是说服他，从他的角度来看，我是外星人，否则他们就是会认为这是另外一个外星人在我怎么说？Playing a practical joke，这个怎么说？我学过的这个吧，但是在逗他们是吗？Play a trick，play a trick on them，捉弄某人，捉弄，OK，搞个恶作剧，但是，我认为捉弄他们或者逗，那个逗，不是那个逗，那个逗，去逗他们，逗他们，我认为这个可以逗他们笑。那个逗可能也包括 practical joke，我认为这个直接的翻译不太好，或者就你可以说骗他们吗？就是我看电影的时候，比如有爸爸和孩子，爸爸告诉孩子他会做啪啪啪啪啪，孩子知道他就是开玩笑而已，说你在骗我吗？但是这个说法是比较轻的吧，没有那个骗人那样的比较严那样的说法，逗他们笑，因为逗他们开心，那个逗应该是 amuse 对吗？就是 trick them。Make them fall for a silly trick，就是一个外星人，就是发电子邮件给另外一个有情人，那个外星人会觉得，哦，OK，从他们的角度，我们算是外星人，所以他认为，OK，很可能不是外星人，写的就是，从他们的角度，外星人不是人类发给我邮件。OK，我们现在就是写下来我们的意见，我们不是意见，我们的也许外星人给我们发个邮件会说什么？第一个是说服。说服我，recipient 收件收到电子邮件者 ，recipient 收者可以说收者吗？这个我不太知道。有时候我就是发明自己的词汇，收者，你认为呢？收者，recipient。No，那 recipient 怎么说？接受者不是这个吧？应该是这个收啊，这个接收。这个呢，接收者，我用这个吧，recipient。收货者、收件者、收件人，那就用这个收。收件人这个呢？收件人啊，OK，就是这个哈，收件人。我用自己的知识和我刚才查到的内容，就是
我怎么说？一起就是在一起使用，使用为得到答案，或者达到答案。OK，说服收件人，他真的是外星人。OK，他为什么跟人类沟通？也许在电影里，他们会告诉人类，OK，地球很快就爆炸了，或者之类的吧。也许我们需要找英雄，就是超级英雄，就是挽救大家。但是我认为在这个故事里，也许应该是比较轻的，比较没那么重要。也许就是那个外星人，也许外星人的父母太严格，他在房间里很无聊，所以给人类邮件。OK，也许我可以用这个方法。孩子，外星人就是是孩子，爸爸妈妈，都很严厉，是严厉吗？严格严厉，是严厉还是严格？我觉得这里就可以用严，爸爸妈妈都很严，但是就是我认为这算是作弊吧。爸爸妈妈都很严厉，是规则很严厉。他不但对我们都很严厉，他们脸色都很严厉。我认为这个吧，或者可以说凶，严厉。我认为严厉可以吧。不用严厉，有很多近义词，很容易混淆。OK，爸爸妈妈都很严厉，外星人是孩子，爸爸妈妈都很严厉，不让他，我怎么说？不让他，出去玩儿，出去玩儿，不让他出去玩儿，和别的外星人孩子一样，不是，外星人孩子，外星人孩子非常聪明，发明在卧室里。在卧室里发明了一个和人类沟通的方法。OK，爸爸妈妈，妈妈都不知道，爸爸妈妈都不知道。而且发现孩子和人类沟通的话，肯定会生他的气，生孩子的气，生他的气。你认为外星人有爸爸妈妈吗？有可能没有爸爸妈妈，有可能有一个 parent，也许中文没有 parent，就是爸爸用爸爸妈妈对吧？也可能有三个 parent。你知道那个 Dolly the sheep 吗？
这个在苏格兰，现在在苏格兰，我看到他在博物馆里看到那个 Dolly 的 sheep 是多里羊，我忘了中文名字 Dolly 的 sheep。其实这个多里羊，它是克隆吧，但是它有我忘了有三个 parents 对吗？三个 parents，这个它的卵是卵吗？卵来自一个 parent，怎么说？父亲亲代有三人，有三。清代有三羊，清代有三羊，一只羊的卵，用于，就是放在雌羊里的，是卵公。胎宫 womb 子宫，OK，只有两个妈妈，一个爸爸，对吗？用爸就是用雄羊，no 是雄羊，yeah 雄羊对吗？雄羊。这个吧，没有戏，对吗？雄羊的精子，semen，精子。OK，所以有两个妈妈，一个爸爸。如果我记得对，可能更也许我记得不对，也许我们应该搜索一下，Dolly 的 sheep。所以有可能这儿，哦，是没有精子，我说的不对，没有精子，有三个妈妈，没有爸爸。那 我刚才说的对，他们没有用精子。OK，那个卵细胞来自雌羊，好，这是它的角色，他们不用雌羊，no，他们不用雄羊的精子，他们用的是另外一只雌羊的，是乳细胞，对吗？那个 breast tissue 对吗？他把那个 breast tissue 怎么说？那、no, 这是乳细胞对吗？乳细胞放在卵细胞里面，然后他们用电子电就是电 electric shock 对吗？electric shock。电击，OK，那个是吧？用电击，他们用电击刺激那个细胞的繁殖，然后繁殖开始繁殖以后，他们放在另外一只雌羊，对吗？Yeah，OK，那个英语的词汇 you，这是雌羊的意思，OK，就是卵细胞的羊应该是雌羊，这个有乳细胞的，哎呦，卵细胞的羊应该是雌羊，有三个妈妈，也是
哦，也有子宫的羊应该是雌羊，所以有三个妈妈没有爸爸，对吗 ？OK，我这里的意思就是，外星人通过什么方法繁殖？也许不是和人类那样吧，也许他们通过高技术的方法繁殖。那你认为呢？你认为，外星人有爸爸妈妈呢？也许有妈妈、妈妈和妈妈，他们是外星人。就是和多利羊那样吧，有三个妈妈。OK，因为他是外星人，我想说就是爸爸妈妈那么简单。OK，大妈妈，二妈，老，哦，大妈，大妈，二妈，三妈。OK，不用听了。三妈都很严厉。哎呦，大妈、二妈、三妈都很严厉。OK，那个外星人和多利羊一样繁殖，就是他们通过技术繁殖。因为他们是外星人，对吧？大妈、二妈。三妈都很严厉，严厉，不让他出去玩，和别的孩子出去玩。外星人孩子非常聪明，三个妈妈的。不知不觉中，三个妈妈不觉中，在屋子里，三个妈妈不觉中，她在屋子里发明了一个和人类沟通的方法。OK，没有爸爸，我已经说了，而且，如果三个妈妈发现孩子和人类，孩子。哦，和人类沟通，这个不要沟通，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用的话，就是没有错误，但是，因为的话，很容易混淆，就是和沟通有关的词汇，所以，OK，如果三个耶，我记得，也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给老师，我写的是说的话就很容易说啪啪的话，那个的话就是如果的意思，就很容易混淆，就是很难就是不轻易的理解，所以需要小心，我认为应该小心这个吧。如果三个妈妈发现孩子和人类沟通，肯定会。是，生他的气 ，OK，他是孩子，所以他应该更，就是和孩子一样写邮件。OK，孩子的名字是什么？孩子的名字是。这是他的名字，不好意思，我忘了。哎呦，这是他的名字。OK，我决定，这个外星孩子，外星人的孩子，有三个妈妈，他的名字叫乐维德 AS 不够。好。OK，
那么邮件说什么？但是他还 OK， 他虽然是孩子，但是他是非常聪明的孩子。需要平衡这个两端，对吗？两端的，你知道那个 Family Guy 那个卡通，那个卡通吧？里面有那个 Stewie 那个宝宝。宝宝的角色，那个宝宝虽然是宝宝，所以做宝宝做的事情。与此同时他非常聪明，就发明了那个时间机器，对吗？所以有时候就去另外一个时间。OK。OK， 他怎么打招呼？怎么打招呼？Hello， 或者 ，Yeah， 这是外星人怎么写邮件？谁知道？如果我是外星人，想要和人写个邮件，会说什么？嗨，我是说嗨 ，OK， 嗨，你是人吗？你是人吗？你是耶，在我的行星中，人的文化很时尚，时尚。人的文化很时尚。我怎么说？我不应该说外星人，外星人不会管自己，就是认为自己是外星人，对吗？他们可以认为我们是人，但是他们是什么？外星人是什么？你是人吗？我是 OK， 我是外星人，我是外星人，或者从我的角度来看，你是外星人，你是人吗？我是外星人，或者从我的角度来看，你是外星人。在我的行星中，人的文化很时尚。他们把自己的种类。那管自己的种类叫什么？章鱼，是章鱼类的动物吧？考虑。润子。我喜欢吃人餐，喜欢吃人餐，说人话。我喜欢说人话，吃人餐。
人喜欢做什么？好像我应该知道人喜欢做什么。说，听人的音乐。但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妈妈和妈妈，我的三个妈妈。认为认为人文化的会负面的影响。孩子，OK，负面的影响孩子。但是我的三个妈妈认为人文化会负面的影响孩子。OK，所以不让我，不允许我，不让我，不允许。不允许我看人书，看人书，看人书，做人事，做人事，看人书可以放这儿。听人的音乐，OK，说人话，吃人餐。看人书，听人的音乐。不允许我做人事。OK，但是我的三个妈妈认为人文化会负面，也许这个孩子不会写。人文化会影响孩子，所以不允许我做人事。有一天，我想逃跑。我想逃跑，跑到地球，和人类一起住。好，这是他的名字。就是我随便打，这也可能他说的是外星人话什么，外星人语言和OK，嗨，你是人吗？我是外星人，或者从我的角度看来看，你是外星人。我叫，用人类语言里的音节，我用人类语言里的音节，我叫。但是你也可以管我叫他的名字是什么？就是用中文名字吧。王星，
可以吗？算了，这是小故事。王星，因为他是外星人，加个星。那个他的姓呢？好。在我的行星中，人的文化很时尚，我喜欢说人话，吃人餐，看人书，听人的音乐。但是我的三个妈妈认为，人文化会影响孩子。我说我应该首先。学会，理解是理会，理解，我们的文，我自己的文化，说我应该首先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不允许我做人事。这不公平，真不公平，这孩子吧，真不公平。我想逃跑，跑到地球和人类一起住。我差不多，我即将完整，我即将完整。完成，我的飞碟即将完成，很快能够飞到地球。到地球时，我想要一个朋友。你想跟我做朋友吗？朋友吗？你想跟我做朋友？你想做我的朋友吗？你想做我的朋友吗？王星。王星，你认为呢？外星人会这么说。嗨 你是人吗？我是外星人，或者从我的角度来看，你是外星人。用人类语言里的音节，我叫啵啵啵。但是你也可以管我叫王晶。在我的行星中，人的文化很时尚。我喜欢说人话，吃人餐，看人书，听人的音乐。但是我的三个妈妈认为，人文化会影响我们，会腐败、腐蚀，会影响孩子的。会影响孩子的成熟过程，会影响孩子的成熟过程。说孩子，
说孩子应该首先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不允许我做人事，真的不公平。我想逃跑，跑到地球和人类一起住。我的飞碟即将完成，很快能够飞到地球。到地球时，我想要一个朋友，我想要朋友。想要一个朋友，也许这个可以吧。想要一个朋友，到地球时，我想要一个朋友。你想做我的朋友吗？王星 ，OK， 外星人可以这么说。这个 OK， 说说。啊，他没有说服他是外星人。你认为呢？都是孩子，孩子也许不会懂事，也许不会猜测。OK， 你从外星人收到邮件，会觉得多么奇怪，肯定不信。100%就是一个人，这就是来自就是一个人，那个人那个地球上的人，不是外星人写的。也许孩子不懂事，不理解。他在哪里找到他的邮件邮箱，他的 email， 在哪里找到他的 email？ 算了。外星人是孩子，OK， 大妈、二妈、三妈都很严厉，不让他和别的孩子出去玩。外星人孩子非常聪明，三个妈妈，这个呢，我没有提到这个，请别告诉我三个妈妈。请别告诉我的三个妈妈。好走，肯定会生气。大妈、二妈、三妈。我想用这个说法，但是在那里可以用它。但是但是大妈、二妈、三妈认为人文化会影响孩子的成熟过程。我想逃跑到地方。OK， 你认为呢？可以啊，还行吧，不需要完美，这就是故事而已。OK， 在日常生活中，我休闲的浏览互联网。当我在 ，no，
在日常生活中，我休闲的随便还是休闲随便随便更好，随便的浏览互联网。我光看了几部 YouTube 上的视频，他们都没什么意思。我看了几篇新闻。但是，对不起，这个不太好。有一天，有一个没有，有一个通平常的日期里。在一个日常这个吧，那种日子里，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这个比较好。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我随便的浏览互联网，我观看了几部 YouTube 上的视频，他们都没什么意思。我看了几篇新闻，但是因为报道涉及让人心疼的话题，我很快关闭了这几个标签。关闭了浏览器上的标签。这些浏览器上的标签，真无聊啊！该做什么呢？该做什么呢？这个那呢？不太知道。就是人们说话的时候，就没有那种挑剔，就是无论，就是加上这样的声音，不是因为他们着重语法，就是想要说一个声音吧。该做什么呢？我没有新鲜的感觉。我的大拇指自动的打开我手机上的邮件，我的邮件一如既往都是垃圾邮件。我的邮箱里一如既往都是垃圾邮件。有人劝我买某种药丸，或者通知我。通知我说，这个怎么语法？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法？通知可能是动作，也可能是带宾语，但是可以带两个宾语呢？也许不能带两个宾语。通知我他要来。哦，OK，可以带两个宾语。通知我，他们啪啪啪。通知我，我已。通知我，我。通知我也。但是如果我说通知我，我赢得了，大笔钱。这个我就挺别扭吧，OK，那我应该这里应该吧，inform me that I've won a lot of money，也许我在这里就用英文写，inform me that I've won a lot of money，就可以告诉我我赢了很多钱。
那个谷歌翻译会这样。我认为人们不会写那，虽然是那个我，那个可能算是对的，这个吧，告诉我，我赢了很多钱，也许这个算是对的，但是也许人们不会这样写，我，不必谢我，就是中间会加个逗号，加个逗号，对吗？OK，也许我可以这么写哦，不好意思，就是你看不到我的浏览器，算了，OK，这个 OK 你可以看到，或者通知我赢他，我为什么不加一个得赢得了赢了，也许赢得了，已经是，这意味着我已经我怎么说收到了。那笔钱是吗？赢了，很多，大笔钱。再或者，漂亮的女士想要和我结婚。我故事里的人物是多大了？也许是年轻的孩子，就对和漂亮的女士没有兴趣，不想跟他们结婚。或者。只尽管。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再或者漂亮的女士，尽管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还想要和我结婚？OK，或者我的名字和年岁和年龄，年岁。用，我认为也许都可以吧。年龄、年岁、年纪，很多近义词，对吗？还想要和我结婚？我的邮件里，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邮件。突然间，我看到了 APP 上有一个邮件，邮箱叫新外邮件。我被愣住了。这里应该加一个 "be" 呢？我不太知道，我愣住了，我愣呆了，我愣住了，我愣住了，动不动。不应该加一个 "be"，对吗？也许"愣住了"这个词汇里面已经包括那个 "be"，所以你不应该加上再一个 "be"。冗余的背，我一下子愣住了，也许我可以用这个吧，一下子愣住了，你看不到我的浏览器，不好意思，我一下子愣住了，肯定我看错了，他不是说星标邮件。而是星际邮件吗？我又看了一眼，他的确说星际邮件，多么奇怪！我打开了这个邮箱，发现里面有邮件。谁想？和我沟通，谁想和我沟通？我打开了个邮件，这不是人写的邮件，而是外星人写的邮件。那么，外星人为什么想要和人类沟通？我不喜欢那个重复的使用沟通啊，
谁想和我打交道？我开始看他，一起那个开始不要了。他我看他发的邮件，他说，那个他是 Jelly World Jelly 的，Jelly World 的意思是那个邮件，这个他指的是那个邮件，那个他指的是那个外星人。也许邪道应该比较简单的理解，对吗？比较容易理解。我看他发的邮件邪道，他邪道，我可以用他，这里用他，他邪道。我有点担心那个主语，这里的主语，这个半句主语是我，对吗？如果我就是说邪道，这一位就是我邪道。但是就是他是那个邮件，邮件里面的内容是啪啪啪。嗨，你是人吗？我是外星人，或者从我的角度来看，你是外星人。用人类语言里的音节，我叫 Lvida Azvurga 啊。但是你也可以简单的用。那我管我叫王星，也许这个吧。但是你也可以简单的、更容易的、更轻易的。这里我想加一个副词，可以简单的你可以简单的管我叫王星。在我的行星中，人的文化很时尚。我喜欢说人话，吃人餐，看人书，吃人的音乐。但是大妈、阿妈、三妈认为，但是我的大妈、阿妈、三妈，认为。人文化会影响孩子的成熟过程，说孩子应该首先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不允许我做人是真的不公平，真的不公平，真不公平。算了，就一样。我想逃跑，跑到地球，和人类一起住，一起生活，和人类一起生活。我的飞碟，即将我制造的飞碟，即将完成，很快我很快，也这是一个。OK， 这里我有点担心那个主语，但是 OK， 如果主语是飞碟，飞碟很快能够飞到地球，没有问题。如果这里主语是我很快能飞到地球，这个也没有问题，都行。所以虽然有那个含糊的部分，也许可以接受。到地球时，我想要一个朋友，你想做我的朋友吗？请别告诉我的三个妈妈，好不好？好吗？好吗？谢谢，谢谢，就行了，谢谢。好，OK， 那我用那个谷歌翻译。我把它放在谷歌翻译里面，它会认为怎么样？翻译成英文，如果英文很别扭，很可能中文也很别扭。
On a normal day, I casually... 这个在吗? 我在... 在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我在随便的浏览着互联网。 Yeah, 这个比较好。 I watched a couple of interesting. 我光看了几部YouTube上的，他们都没什么意思。好，没有问题。 OK, 应该没有问题。 真无聊了，该做什么呢？ 我没有新鲜的感觉。 I don't feel fresh. 这不是我想说的，但是新鲜的感觉，这是 novel feeling, feelings of novelty. Yeah. 我认为还可以。 我的大拇指, 请给我点赞好吗? 大拇指, 自动的, 打开我手机箱的, 邮箱, 是大拇指还是食指? 仍然是食指, 自动的打开, 有人用就是一只手, 就玩手机, 大拇指, 自动的打开, 我的, 我手机箱的邮件, 我的邮箱里一如既往 一如既往 都是垃圾邮件 有人劝我买 某种药丸 劝我买 你可以劝 某人买什么 Yeah, 我认为可以 或者通知我 我赢的大笔钱 再或者漂亮的女士 某位漂亮的女士 尽管连我的名字和年岁也不知道，还想要和我结婚。我的邮箱里，好像没有什么重要的邮件。可以，我认为可以吧。突然间，我看到了APP上的一个邮件，邮箱叫新万邮件。我一下子愣住了。 肯定我看错了，他不是说星标邮件，而是星际邮件吗？我又看了一眼，这个句子。 看起来有点别扭，他说的是星际邮件，而不是这个比较好，比较顺利，比较流利吧？他说的是星际邮件，而不是星标邮件吗？哼，其实。 真的有这两个意思，就是 star，但是那个star就是interstellar star，就是星际。我又看了一眼，他的确说星际邮件，多么奇怪。interstellar mail，星际星标也对。我打开了这个邮箱，发现里面有邮件。 谁想和我打交道? Deal with me. Who wants to...
跟我说话，那沟通和我交通和我，也许沟通是最好的，但是打交道也沟通。虽然我需要重复的使用沟通，但是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词汇。我打开了邮件，这不是人写的邮件，而是外星人写的邮件。那么，外星人为什么想要和人类沟通？我看他发的邮件，他写道：“嗨，你是人吗？我是外星人，或者从我的角度来看，你是外星人。用人类语言里的音节，我叫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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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SFFH of 环 V，但是。你也可以简单的管我叫王星，好，这个可以吧？在我行星中，人的文化很时尚，我喜欢说人话、吃人餐、看人书，听人的音乐。但是，我的大妈、二妈、三妈都认为人文化。这里应该人类文化，意思一样，但是我认为人文化有点难看懂，这个比较轻易的看得懂。人类文化会影响孩子的成熟过程，说孩子应该首先理解自己的文化，所以不允许我做人事。真的不公平！我想逃跑，跑到地球和人类一起生活。我制造的飞碟，即将完成，对，没问题，对吗？很快能够飞到地球。到地球时，到地球时，我想要一个朋友。你想做我的朋友吗？请别告诉我的三个妈妈好吗？谢谢王星。OK，对呀，其实 OK，这就是巧合了，就是王星。Uranus？No，王星。天王星，yeah，天王星对吗？OK，王星是最很，哎呦，很恰当的外星人的名字，王星，天王星，也许我可以改王天星，王星天，是 anagram 对吗？算了，这个可以吧。OK，我的写作，放在那个 Reddit 看图写画的 Reddit，OK，我可以贴在这里的论坛上，我认为还可以吧，你可以享受我的写作，你认为怎么样？我的写作怎么样？还可以吗？需要花很长时间，我认为还行。王鑫，谢谢王鑫。现在这里我可以，改一下，用他们的这个这个平台的功能。谢谢王鑫，我就是这个，他认为是一个点。不，但是这里不是我的意思。可是我想，
方面。OK， 这是我写的故事。好，我认为写完了，对不对？OK， 很荣幸和你们说话聊聊天写故事。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点赞，我们下次聊。好的好的，拜拜。